小时候就是我们村里来拖拉机耕地，我都要追着拖拉机跑。因为我那个年代呢，不允许我们考大学，高中毕业了我就直接参加工作了。我们家的生活条件在我们村或者在我们当地生活条件还比较优越。因为小时候就非常喜欢车啊，所以我父亲就给我安排到一个有车的这么一个单位，就是给一个首长当勤杂员去了，但是一次没让我摸方向盘，他怕把我给教会了啊，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吧，所以就没有教我。在那个年代，当名驾驶员就觉得非常非常的神圣了，就给个多大的官都不当，都想开车。当然了，挣了很多的钱，我没想到把钱用在别的上。我第一个想的是，小时候就喜欢车呀，我有钱了，我就要完成小时候的心愿，哎，就开始就买了第一台私家车，挂上档开着，特别特别的兴奋呐，高兴极了，美，特别特别美。三室两室的试出北京军区大院了，开着就奔着中间了，忘了，激动了，特别用最快的速度回到承德，回到我的家乡。即使冬天，我都要把玻璃车窗玻璃摇下来，胳膊肘戴上白手套，戴上套袖，挎在这，把收音机把音量放大。这就是个没见过中国车呀什么玩意儿，炫富。没开两年呢，让我就承包车了。承包车队呢就挣钱了。哎呦，我有钱了，我就往中南海送苹果嘛。当时搞运输，我就发现中南海呀，北京军区大军区大院里那个小轿车啊，进出啊往返的非常频繁，我就觉得非常羡慕。我看到有一台老第一代老上海，它的尾翼呀，两个尾灯冲向我，我一看特别漂亮，我就大步走上前去了，我就围着这个车呀看了三圈，没看够。我说这个车怎么看怎么漂亮，我为啥不买回去收藏起来？从这就开始有收藏的想法了，一收收到现在200多辆。这辆车呀，中国只有这一辆，这是76年的，当年是给毛主席打造的。但是可惜的是，毛主席并没有坐上，没有生产完的主席就逝世了。所以这个车呢，我去东北去了很多次数才把车买回来。因为这个车太漂亮了，太宽敞，你看我坐在这里边就像在一个小会议室一样。另外我收藏那台吉斯110，那是达赖喇嘛的，那是建国新中国刚一成立，中央政府配给达赖喇嘛的车。那个车非常少，但是还是配给他一辆。当时把这车再配给他的时候，要想运到西藏都没有路，那都是用把车给拆散件了，用猫牛人背到那再组装的。那么好的车，还配给他一辆，说明啊中央政府对少数民族啊是待遇非常高的。所以达赖59年叛逃以后呢，车就一直放在库房里，这样呢我通过特殊的关系把这车搞到手了。因为这次 NV 这次国际老爷车比赛呀，中国只派出我这一辆车，其他的都是由美国、德国、日本、韩国还有英国各国车手，所以中国有幸参加的就是我一个人。我在大连广场发车的时候，裁判长刚一数完秒，一发车，那大家呀，广场人都鼓掌，然后就把这个赛道啊就给合拢了，把赛道给堵住了，我车也走不了了，就喊大红旗万岁。当时我特别激动，因为很难得这么多人为你这个红旗车鼓舞啊，叫好鼓掌，包括沿途的警察见着我开这红旗车都是敬礼，所以这些事情呢感动了我。
既然我是中国第一个参加国际老爷车拉力赛的中国第一人，我就觉得应该有这种责任和义务，把中国的老爷车事业跟国际接轨。我就下决心呢，参加完了比赛，回到我的家乡，我就把我这些个企业、运输队呀、修理厂啊，还有个卡丁车赛车场，通通的处理掉。我妻子肯定反对呀，包括我整个的家族、家里人都反对。你这属于不务正业了。你要说是搞生意挣钱，这属于正事儿。我总说总受阻力嘛，对对对对，总阻拦，就偷偷摸摸，我就先斩后奏呗。我才知道以后他，因为找朋友借的钱，到时候我还得给去还。家里人还是没转过这弯来，对我这个还是有看法。你觉得放着好的生活，好日子你不过，你这个收藏老爷车呢，是一种酸甜苦辣的事情。早上很早就起来擦车呀，维修车呀，你把钱不用在穿上吃上。所以很多我的同学还有我的同事也都说我是疯子，管我叫疯子了，不务正业嘛。反正我觉得不管他们怎么看，我认准的事儿，我喜欢的事儿，我还要做下去。私人买车确实没有，那会儿一般的单位能坐一个那个吉普车，像我们国产那个县长一级的才坐个212，他真没有坐轿车的。所以那个年代开那车出去，非常拉风，是非常回头率100%。现在当然，不可能所有的家庭都有轿车了，基本上，家家都有轿车了，谁都可以出去郊游去。但是呢，我们已经不去郊游了，我们已经建博物馆了。因为你看，我在70年代开进口小轿车出去兜风，穿西装系领带，吃得非常好。但是等现在呢，我出行都是坐公交车，坐火车，没有自己的私家车了，吃的就很普普通通。我对吃穿都不讲究，所以生活水准还是下降。但是我好在有这些宝贝，心里头觉得还是非常满足的。哎，我想听他这样，你是哪的？中国的国情跟国外还有差别，因为中国有58年大炼钢铁，把自己家的锅都拔出来支援国家经济建设呀，所以能够这些老爷车能够保存下来，说明这些车每个车背后都有它的历史，有一段故事，也是一种文化。所以我觉得保存这些文化比要收藏现在的新车要有意义。我是把很难得到这个藏品我都给收到手了，收藏的比较齐了，而且把馆又建起来了。当然了，我在连收藏在建馆过程中也遇到了很多的困难，但是好在我们还能够坚持下来了。我想坚持就是胜利。